又是新的一天了啦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我是吉恩呐。然后呀，今天很早就开始 vlog 啊，才8点半了。因为等一下要出去买东西呀。MCO 的这段期间都是一个礼拜出去买一次的东西罢了啦。所以对我来讲非常的开心，因为每个拜六都可以出去一次罢了，就是那一次罢了，懂吗？哎呦，对我来说，这种爱出门的人来说，一个礼拜只可以出门一次，你懂几兴奋吗？所以，让我先 start 车先，然后我家长说去大概洗洗一下，因为车上面真的是太多那种壁虎大便了，真的是看了都别大汗。然后，早一天这样子，可能自己。在家里把这辆车洗了啦，因为真的是没有事情做，不然的话那车也是太肮脏了。哎，那从这个角度看，你看，哦哟，那个大便，哎哟。OK， 所以刚才我在 review 的那个是那个 Venzo 的香水啦，或许你们都应该懂这个牌子啦，就是大马的第一个健康香氛啦，就是可以杀菌啊，然后嗅了也不会头晕啊，又没有那些有害的物质这样子。这个香水其实让我是非常满意的啦，之前就试了很多款香水，就还好罢了，这个就真的是有 surprise 到我，真的是好用。So， 小小的分享，如果你们想要买这个香水的话可以找我啦，我也是有卖的，顺便打个广告一下啦。 OK哦，你看那个云，哦，好美哟。好了，又来到了傍晚啦，时间过得真快。然后刚才又跑出去买东西，然后又做这个又做那个，然后今天第四天了，感觉上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发生，就是像平常这样子咯，就没有什么东西发生啦。然后今天的镜头啦，可能有一点怪怪的啦，怎么看起来那么的靠近，是因为我的那一架小蚁的 camera 忘记插电，所以我就用我的电话来拍，然后那个镜头会比较靠近一点啦，那个就歪很多，所以忘记插电就是这样子咯，要用电话。然后基本上呢，这个第四天哦是完全没有什么东西有了啦，
就是像平常这样子过生活。因为他们讲啦，研究讲啦，是前面三天会比较顾虑的症状啊，只是我前面三天都过了，都没有什么东西发生，就这样子咯，可能后面几天会发生也说不定，所以就锁定我的 channel 咯，看我有什么东西发生啊。edit 影片的啦 ，OK， 一样的东西，又晚上了，一天又这样子过去了。So， 今天我想要分享的东西就是被人家插队是一件很令人家不爽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上个礼拜跟今天去买东西的时候都遇到了一个情况，真的是一个礼貌来的吗？对不对？这个是一种礼貌来的吗？你好歹也要问一下，哦，你有没有在排队？哦，你有没有在这个在那个？至少你问了，你才差我队，我还觉得比较，我还比较爽一点啊！你这样子无缘无故就能差我队，你开心吗？你开心吗？还有一点就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啦，还是有很多人哦，出外哦，还是把那个口罩戴在鼻子以下，或者直接拉在下巴。哎，我很不明白的。现在每天确诊数字那么高，然后你还敢这样子做啊？真的是不明白那些人在想什么嘞。我不要讲什么人啊，全部人，不管是什么人都好，都会有这样子的东西存在的这个问题啦。就为什么不要好好戴 mask 呢？都已经这样子了，对不对 ？So， 现在每天人数这样高，然后。我们的政府已经开始不争气了，我们的人民一定要争气一点。我们的生活已经辛苦了，我们为什么还不要合作呢？对不对？所以拜托争气一点，我们也是有生活要过的，好不好？然后呢，我可能 after 这个疫苗日记七天过后，可能啊，我会陆陆续续的做一点。做多一点其他，好像我的这个 John 吃喝事业可能就会继续聊啦，还有可能 maybe 其他的系列将会出来也说不定，所以继续关注这个频道啦，因为可能近期我可能就会多一点 update 这个 channel 了，因为我已经买了这个新的这个 camera， 所以既然都买了就用它多一点咯，用来拍影片这样子咯，要不然买了放住也是三回程。只是现在这个 MCO 可能就是在家里这样子罢了咯，就希望多多体谅啦，等 MCO 过后可能我再拍另外不同类型的影片给你们看啦，所以敬请期待啦，敬请期待。我要去 edit 我的影片了， so 今天是 day 4啦， day 4就这样结束了啦， so 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拜拜。